头最聪明时代2023年4月22号塞尔达传说王国之泪的最新画面合集。画面一，林克棒槌砍树。画面二，林克突刺魔像。画面三，新的鱼料建造武器打这个大猪猪怪。画面四，林克的大蘑菇。画面五，林克打独角的波克布林。画面六，林克在海上吹风。画面七，樱花树前的回旋斩。画面八，林克的飞艇的新画面。画面九，林克打头顶一头不知道什么东西的莫莉布林。画面十，林克打秋秋怪。画面十一，林克射箭，应该是哈特的错。画面十二，林克的佐纳乌新武器大炮筒啊，往石头人身上砸了东西，产生爆炸。画面十三，林克射苹果。画面十四，樱花树前回旋斩点火。画面十五，鱼料建造的新武器啊，石头加上一个棍子，之后是在采矿。画面十六啊，这个画面应该有了，已经有过了。画面十七啊，新的限定机还有它的飞艇。画面十八，新的限定机还有空岛的一部分建筑。画面十九，塞尔达手持大师剑回眸，之前拿的确实是大师剑，在那个平台上面。画面二十，林克纵身一跃，从这个新的飞行器上面。画面二十一，林克在沙漠穿行。画面二十二，林克在海边沙滩上骑马。画面二十三，最新的 Switch 还有海边的一个风景。画面二十四，林克飞向城堡。画面二十五，林克走钢丝，但是掉下去了。画面二十六，最新的载具拼装。画面二十七，制作完毕，飞艇升空。画面二十八，林克对阵火焰三头龙啊 ，Flame Greek。然后反手掏出了他的大炮筒。画面二十九，林克的通天术应该是在怪物的营地里面。画面三十，林克地底世界探险啊，之前视频说过，这里右下角 Z 轴坐标是负数啊，是在地底。OK， 今天应该还会出一个一人三 DLC 的新视频。